今天的生日会要差不多要慢慢的接近尾声了，所以今天跟大家难得的相聚时光，有玩到游戏，有听到一些歌，有跟大家互动到，雪芙的感觉是什么？非常的开心，然后还好那个甩甩木头人只有两次，不想说再继续下去，你要的话我们可以追加哦，没关系，谢谢大家，谢谢。就马上今天很开心大家来，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来，字还没看完，你看看第四句。请转身，爱是面对大家。怎么？手扶吗？手扶吗？哎，帮忙准备一下卫生纸啦，真的吗？这边大家写的是雪芙出道十周年快乐，我们帮你打。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记录，就是生日就大家要看我哭就是了，我觉得他真的想逼哭你。没有，刚刚在看那个影片过程，我就一开始我就想要跟你们，我想说不行，要盯住，要盯住，结果到最后，好了，你们赢了，你们赢了。十年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时光，对，就是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大家会一直支持我到现在，对，就什么时期的我都有了，都看到了，对，从高矮胖瘦啊都有了。开始看到就是三个人的时期，我也就是很怀念，然后到现在一个人很多作品，然后很多粉丝。然后也不上支持，然后看他们照片，我觉得天啊，太可爱了！而且刚是很多那种歌迷视角的照片，就是他们帮你捕捉你的出席活动拍到的你，我觉得那是最真实的你。有啊，我就有时候我很开心，就是有的粉丝会送我那个相本，就是帮我拍照，然后我们一起合照，然后会记录说那一天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一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哎，工作人员不要笑得开心啊，谢谢。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带着满满的感动。我们是不是要麻烦这个摄影师上来帮我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来，然后呢，请大家这个先把你们手上的相机先摆下来，我把这个手扶再拿起来，好不好？手扶再拿起来，然后呢，我们让这个雪芙可以背转身，跟大家为今天这个很棒的队。来，你 OK， 你方便吗？你们要拿，你帮我拿啦。好，他说很多。好 ，OK， 那我们这样就让这个雪芙呢拍摄大家的这个手扶举满整个会场的这个画面，然后大家一起还是说雪芙 I love you 好不好？灯可以吗？雪芙方便再退一小步吗？小心一下安全哦，我们这个摄影师，那还是你要那个你放得进去吗？可以哦，好 ，OK， 那我们就一二三，大家说雪芙 I love you 好不好？好，来。一二三，雪芙 ，I love you， 谢谢，我们爱你哦，为这一刻留下一个很棒的 ending， 漂亮的 photo，ending photo，yes，OK，、okay? 好，谢谢。有，我刚看那个摄影师的角度，感觉还不错哎。对啊，左右旁边都拍得到吗？左右旁边看。哦。有死角，因为它那个不是广角镜啊，还是是广角。拍一张，左边拍一张。哦，好啊。好，雪芙要求说，那我们是那个右半部这边拍一张合照，中间拍一张合照，左半部。
你先把拍完合照，你先拍完合照。好，来，等一下，我先帮你这个这边稍微先收一下。那麦克风，我帮雪芙扣一下，谢谢。好，我这边都听摄影师的要求哦。来，右半部的粉丝们，大家一起拍一下照片。好，来回到正中间，哎呦，右边、右边，来来来这边，耶、yeah, ，手扶见我们，开心的笑容见我们，在那个音箱前面这样子哈，我们再拍一下照片哦，感谢我们的后援会精心剪辑的这一段非常棒的影像，很珍贵的记录，记录这个雪芙十年当中点点滴滴的成长。对于你们的感谢，对于跟大家一起走过的路程，点滴在心头。好，中间再来补一下。我们也故意都瞒着雪芙，没让她知道。虽然刚刚很惊讶，说：“怎么讲到一半，突然哎，怎么没声音了？”你刚刚字还没看完吗？你等下回 Q 一下那一页，就是什么？你用电背写是不是？哦，好，谢谢。粉丝是会把连结PO给你啦，你可以再看一下。不过今天真的是生日会，要暂时告一段落。等一下我签名会的部分。好的。嗯。那所以最后面还没有什么话，走十年这样一路走来，这么多铁粉相随，非常开心。那也希望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开心的。好啦，今天大家开不开心？开心！我们呢，先谢谢今天最棒的、最美丽的寿星。